看直播的你，虎年好呀！我是郭采洁，今天是2022年2月2日，大年初二，外头的阳光非常好。过年就是让人那么愉快，让我想到了一首歌 ，Nilus 的《废物晒太阳》，现在立刻就想来唱几句。你可以靠近一点，看看我的嘴巴有没有不见了舌头，暗暗的像黑洞。你可以靠近一点，看看我的头顶有没有卷起一阵风，带走我所有的梦。漂漂亮亮，穿一件比基尼躺在沙滩上，摇摇荡荡，做一件没用的人又怎样？我只想当一个废物晒太阳，管他明天会是怎么样。慵懒的，吃得饱饱的，和爱的人一起的，迎来新的一年。希望2022年，我们全世界一起创造一个不平凡的、平安的好年。新年快乐！